各位乡亲，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十二月三十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新闻一开始，我们来关心2020总统立委选举已经剩无两礼拜，民进党昨暗在民进党中央头前举办护国宝台引导吴思怀的暗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伊是最后一个出来讲话，伊讲大家唔惊风雨，唔惊寒，做伙伫遐共同的心愿就是卖予吴思怀掉。因为台湾未当输，总统蔡英文昨暗伊是去替立委候选人黄昭雄徛台，拜托选民和民进党伫咧国会过半。不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昨暗伊是伫咧台中举办伊个大型造势暗会，主办单位讲现场有超过300万人。韩国瑜伫台顶有提出伊个政策，也佮未来若选调个施政计划，也毋过伊是愈讲愈激动，讲到民进党做无好，讲甲心狂火都也佮骂垃圾话。在昨暗进前，昨昏总统候选人是伫咧公共电视参加2020总统大选，伊伊咧一场电视辩论会，因做伙一起头呢辩论的时阵，韩国瑜是直接批评蔡英文用四个欺骗来骗台湾人，伫咧互相提问的时，三边是针对特征组、网军、叶树，也佮有两岸关系，一句来一句去，互相对射棒剑攻。三位总统候选人握手，行礼右边。2020总统大选为一场电视辩论会，二十九下晡举行，为新任开始有真高的火药味。我不会像民进党蔡英文总统，离投票还有20多天，突然宣布良心发现，准备开发台湾的南部大南方，这是不负责任的。蔡英文总统用了四个欺骗，在骗2300万台湾人民，欺骗台独，欺骗共产党，欺骗香港人。你还欺骗整个台湾人民？人民关心的不是总统会不会用膝盖走路，人民关心的是总统会不会遇到中国膝盖就挺不住。韩市长被问到哪个国家最危害台湾的安全时，他第一个时间总是支支吾吾，不敢讲出那个国家的名字。我告诉你，那个国家就是中国。您还是让派系操纵了我们国家重大的政策，国民党的不长进简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韩国瑜个点名林雅何志辉、贾中廷等人去中国交流接触，像蔡英文应该直接面对问题。另外，对战炮灰各组交特勤组的基地。当了总统，对外没有办法让政治清明，让特征组被废除；对内，党内自己又被绑架，做一个架空的总统。请问，如果你未来连任，要让台湾人民继续感觉这种噩梦吗？我的政权是贪污，可是你从来提不出一个证据，说哪一件事、哪一个人，你合理的怀疑有证据可以证明。马王政争的时代变成是一个东厂，这就是一个政治人物最坏的典范，干预司法，而且把司法拿来当作政治斗争。选这个又廉又能的人，带领一个真正廉能的团队，又会做事，又不A 钱，还不乱抱女人。网军风暴也伫辩论的烧，韩国瑜加民进党起网军。蔡英文反击强调，韩国瑜赢高雄市长选举，就是中国网军水军帮助，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去年选举，人尽皆知，从中国的网军、水军大举支持你这件事情，你从来都没有谈过，也从来都没有回应过。曾永权也有借给你网军过，请问那个网军在哪里呢？你就是网军最大的受惠者啊！如果没有网军帮你民进党党内初选，今天这里跟我总统辩论的应该是赖清德啊，他民调赢你20%、啊，我多渴望跟赖清德来一场君子之争，而不希望跟你口水之争。黑韩的那个网军很厉害，我不是就是也一样的被人家黑的对象了吗？谁当选，台湾未来的网络的制度上面，我们要建立新的好好的一个规范。另外，未来政府的能源计划跟核四公道也是公共重点。核四要重启，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还有核五、核六要盖在高雄吗？还是要盖在哪里？我保证，核五、核六、核七、核八不会盖在我家，也不会盖在你家。
你总统要成立专案小组，最适合就特征组，去查谁在买卖这些煤炭。我们那个五缺的问题，难道只有缺电吗？坦白讲，最重要的缺的是一个领导。罗美浩家己变演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结论时引用并说其言代词，当一个人看未清楚未来时阵，就是行好当下路，做好该做的代志，甲少年世代有近距离。选前只剩十外天，候选人经过辩论会争取认同，最后是不是应该变局势，就看民众如何选择。记者综合报道。那电视辩论的第二阶段是媒体提问，四间报纸甲中央社轮流对三个候选人问问题。国民党嘅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不满彭国日报问伊新增王小姐嘅代志，韩国瑜直接骂媒体无水准。亲民党嘅主席宋楚瑜是爱韩国瑜，唔通好嘅无学去学美国总统Trump。您个人与新庄王小姐的金钱往来，参与的友人也说您的家人事前并不知情，您要如何说服选民您当选之后不会欺瞒选民，也不会违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而且苹果日报的提问完全反映了苹果日报这种没有水准的媒体。苹果日报几十年来进到台湾市场就是在这里，今天总统大选提的题目还在问我的私生活，要不要我几岁之前还是处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不满彭国日报问到，身为高雄市长，代志参选总统违背对高雄市民的承诺，韩国瑜无正面回答问题，颠倒性批评，这个无水准，针对个人文书，而且中央社甲三立电视台也被韩国瑜点名，蔡英文是对台国机的指控点回反击。为什么我不接受三立电视台的采访？我说你改个名字，我这里呼吁三立电视台改成两立，我就接受你访问。为什么少一例？因为没有良心。韩市长，我对于您刚刚跟苹果日报的那个争论，那就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要了解对新闻界的尊重。坦白讲，川普是一个很坏的例子，不要去学他。我们三次的政见发表会，这一次的辩论会，你有看到读稿机了吗？我也很尽心尽力的准备了所有的资料来向人民来报告我的政见。媒体提问也准备了主管国防外交、两岸关系论述的必考题，也佫包括假想敌、韩国瑜加蔡英文，两人继续伫庆福案佫交手。宋楚瑜提出过去佮美国交手的经验，提出见解。定会重视国防，绝对不会像民进党搞一个国建国造庆福案，到现在掏空台湾纳税人325亿。再提醒你一次，庆福案是在马英九时代、马英九政府时代发生的。真正的假想敌不一定在外面，而且是在我们内部自己的分化。因此，我们不要去相信美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高才吉文也主张两岸救济共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三人几下拜高手。当习近平刚开始做一国两制、九二共识的时候，韩市长的回答是他不清楚，支支吾吾。不要挤牙膏了，把韩伟往一国两制挤。非常没有水准，我们都爱台湾，爱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完全实现自由民主制度法治之前，台湾绝对主张维持现状。媒体对三位候选人有准备，并且针对前总统陈水扁曝光就去拍拍规则，敢为陈水扁调查司法官等争议提问。蔡英文强调，陈水扁曝光就去是前任总统马英九的决策，也讲敢为的独立集权，总统未当介入。宋楚瑜是用乱来形容相关的争议。蔡英文无法度解决问题，韩国瑜批评蔡英文无法度解决，民进党做的无好都应该落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天2020年，电视辩论会结束了，而记者。会三边是无停继续互相呛声，韩国瑜积极民进党硬塞反渗透法，是伫咧每一个咱台湾人的颔棍啊、白炸弹。啊，那蔡英文是批评韩国瑜，直透咧泼垃圾水，讲韩国瑜讲的话对咱台湾的民主无好。啊，那宋楚瑜伊是强调家己有表现出一个做总统的官度，也毋过伊讲的话，媒体就是歪报。结束辩论会激烈交锋，蔡英文、韩国瑜甲宋楚瑜三人伫会后记者会上，对各自的表现，韩国瑜认为宋楚瑜顶分，暗过继续批评蔡英文亲像读稿机。他说的问与答太仰赖文读稿机，太仰赖他的稿子，显然他没有办法脱离了稿子之后
侃侃而谈。有没有补稿机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不是你严肃的面对你要做的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认真去准备，你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回答问题。台湾要有一个好的领导，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大格局的领导人，我在这次表现当中，我就是要让这个不管是对岸也好，全世界也好，台湾的领导人有这样的一个格局。韩国瑜批评民进党强推反渗透是伫老百姓阿妈棍白炸弹，因为反对的微选战未当过半，想要用亡国感来强核选民，出门是反叫韩国瑜批评提问媒体无尊重第四权。每一个都有可能随时被起诉，2300万老百姓反渗透法一通过，每一个人脖子上都绑了一颗炸弹，谁能引爆？引爆器在民进党手上啊！但是不论是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要遵守，也就是我们要尊重第四权。那今天的他的态度我觉得是过度了，对台湾的民主并不好。为第一场政见会那样都提派黑做文章，蔡文阁批评无诚意，甲蔡韩互呛无共。宋楚瑜反倒当嫌嫌韩国瑜一再被网军攻击，因为伊家己连被乌的版面拢无。从个人的角度上，我刚刚讲这个，如果我有同样被黑的版面那么大的话，那这次人家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宋楚瑜提出两年来加入或者是中环国际组织，按个被串门一级，会正做中国把柄。宋楚瑜回应会努力稳定两岸关系，绝对袂牺牲台湾的民主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在气候休喘的，咱来关心天气。天气报你知，要甲乡亲讲，今仔日也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东北季风到位，这波东北季风下半天会增强，虽然全台湾拢会落雨，气象局是表示讲，愈晚会愈寒哦。所以明仔载下年尾，台北的低温只有14度，中南部是15度到16度。也毋过这波水气，明仔载就会稍稍啊减少。中南部的雨明仔载就会停啊，也毋过北部甲东半部会落到明仔载下晡。拜三元旦，东部、北部拢有10-12度，所以想要看2020头一撮日头光的乡亲，爱去南部，安尼机会较大。啊，那今仔日的温度，全台湾的低温大约是17度到19度，外岛的低温只有14度，北部、东部低温只有21度，中南部也是有17度，也毋过温差有较大，所以千万唔通感冒。天气无啥稳定，关怀的人嘛变少。根据统计，昨昏全台湾血液库存量已经剩无一礼拜。A 型、B 型、AB 型拢有欠，啊，那 O 型是一剩无4天啊，所以呼吁乡亲，若有法度会使去捐血。虽然天气湿个冷，搁几工落雨，台中宏源捐血中心也是热呼呼，未少民众听到血库无血，拢赶紧来捐血。刚好时间跟我配合上，刚好就又是假日啊，对对对，我。啊、平常因为要上班，没有空过来这样。两年前来捐的，啊，为什么想说帮助别人这样啊？我有时候会脚踏车骑一骑，顺便来捐。中台湾的血库库存情形真紧急，乌型血库存差不多4天，全台上低，其他血型库存也真少。安全的库存量是7到10天，那尤其是我们的 O 型，现在只有剩下4.9天 ，A 型剩下6.3，这些都是低于这样的一个安全的血量。全国的部分也是一样，都是在安全标准值以下。我们现在全国的话，目前的库存6.9，低于安全量。医疗的用血是大增，那当它大增，我们的供血量、我们的捐入量又少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急缺的状况。护理长指出，以台中地区来讲，癌症病人治疗常常需要用血。天气寒的时阵，常常发生心血管疾病也真多。秋冬血量需求大，不过捐血的人数无变多，只系欠血。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公布的血液库存量，全台5大捐血中心每一个血型平均血液库存量是6.9天，其中 A 型6.7天、B 型7.8天、O 型6.4天、AB 型6.9天。捐血中心呼吁大家赶紧来捐血，斗阵强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跟鄉親做伙来去現報紙，来看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先来看蘋果日報。
澳洲国家荷兰要正名，对2020正月开始，英语名无要阁用荷兰，要改做 Netherlands。荷兰的驻台湾办事处讲，中文名未改，所以继续合作荷兰。来看自由时报，外交部统计，最近三冬医疗关系的纠纷以医美还有骨科上加多，因为医疗事故有风，还有紧急处理法，目前还有倒伫咧立法院，嘛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所以关系变多。医界即马呼吁讲，赶紧让这部法律会当通过。来看咧台报，苏花界伫明年的正月初六要通车，之前有一份调查报告讲，苏花界沿线有七种密布，还有一挂山羊。也毋过，农委会卫生中心最近上新的调查，发现密布的种类，还有山羊的数量是加真多。做工程颠倒波去破坏着生态，哪会安尼？这嘛方批评讲，之前做的调查是凊彩乌白做做的。来关心不满空气污染的问题，环保团体是带百外个中南部的乡亲到台北参加反空污的大游行。环保团体认为空气污染是国安议题，要求政府袂当无重视。在大雨当中，上百名来自中南部的民众唔惊风雨，礼拜一中昼在环保署头前抗议，化空污杀人，批评政府放任企业电厂将污染成本外部化，中南部饱受空污所苦。我想要把六星的烟囱堵住，知道吗？违政者在台北吹冷气，住高级的东西，在台北空气也很好，你们都不会顾虑到中南部的人。彰化县是最糟糕的，因为北边有台中火力发电厂，那边有六星400多支烟囱。个别少高雄屏东乡亲透早4:30就坐游览车来，抗议民众行过公里，为环保署游行到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今年反空污大游行的诉求是自由喘气，官团发出爱政府对兴达电厂2020全面度假，将会减为4项目标。希望加严空敏标准，结果政府故意怠惰，气候空污是应该是今年很重要的议题。我每天看着台中火力发电厂那边放出来的这个空气污染，我去做肺腺来筛检的时候，发现我的肺里面有毛玻璃状，还有两颗小颗的颗粒。宽宽批评政府已经被你无调整空污标准，用三党总统候选人发挥气候甲空污危机是无法度回避的国安议题。环保署表示，今年九月各管区已经提交温室气体管制执行方案，台电所属电厂也提出空污减量规划。中火空污排放量自2018年已经减量28,000多吨，兴达电厂减量15%。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学生，伊的硕士论文被检举用抄的，学校去调查，发现有影撤销伊的学位。民间团体讲，学校就是惊招无学生，才让这款代志直头发生。把时间赶上课，100空学年度，高雄中山大学在校学生950,000多人中，包括硕博士生。又唔过一名高阶公共政策硕士班的硕士生被检举偷抄南大课代论文。中山大学即透过回应过证实这件代志，也表示学校接到检举，就依规定审计已经撤销被检举人的学位，未来将严加杜绝论文偷抄。硕博班的这个招生呢，因为少子化而下降。那所以呢，老师们通常在招收这个学生的过程当中，一来有品质上面的要求不足，二来呢又担心说越来越多无法符合这个基本标准要求。各位学生偷抄论文，台湾数学工会认为这是冰山一角，真侪教授碍着系数发展加招生人数，都放宽审核的标准，也提出高考品质记录，建议为改善教育文化风气进行。全国数学工会认为，学校应该建立完善的教师评鉴加监督机制。目跟摘要就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个是抄袭的情形。可见指导教授并没有做严格的把关，本来制度上就可以针对教学不力的老师进行改善或者要求就是惩处。教育部统计，2014年到去年为止，被认定偷抄并且撤销学位的案件，仅仅一般大学都13件。教育部已经要求各大学加强宣导，也通知学生相关的法律责任，也请学校要求指导教授负起监督不足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身心障碍者的身体会比一般人较早退化，虽然法律有写讲政府要建立予因提早退休的机制，也毋过遮尼侪年来政府拢无消无实无作为，所以昨昏有团体去劳动部抗议。今年59岁，接近60岁的张学雄，3岁就得小淋巴病，少年时阵也会当靠着支架、拐仔辅助来行。伫电子业工作，甲同事合影的模样看起来真漂撇。也毋过，伊伫50岁面临公司关手失业，体力也衰退真济，只会当改用轮椅代步，也真歹阁找着新工课。所以，伊提倡政府应该保障身心障碍者会当提早退休。那以我来讲，我以前是可以，虽然说要穿着支架，但是我还是可以在职场上工作。那我现在已经退化到要坐轮椅了。那我们还有许多身障朋友，甚至退化的程度比我更严重，甚至有些人都已经不在世上了。根据劳动部的报告，身心障碍者平均退休的年纪比全体早8岁。卫福部也报告指出，身障者提早老化的平均年纪是45岁。虽然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47条明定，中央劳工主管机关应该建立身障劳工提早退休机制，以保障退出职场了后的生活品质。也不过，身障团体批评，多年来劳动部拢无提出具体机制，让因都爱经历工作会。我们会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就不能劳退，甚至已经在工作当中就过世了，那他们什么都领不到了。那如果说政府一直拖到65岁，是不是要等到我们这些身障的都死掉了，他失业给付也都不用付了，对不对？那这样对身障朋友真的很不公平。身障团体将伫下昼2点前往劳动部提前抗议，劳动部回应会伫整体年金财务检讨时同齐考量。也不过影响的层面包括年金清零条件的调整、增加给付的债务来源，也阁需要人资各界共识通盘根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香港反送中运动，这个拜三元旦迄一日要发起大游行，昨昏有得到香港警察同意。啊，那昨下晡伫咧中环有一张集会，叫香港人爱继续进入去。主办单位讲，昨昏有4000人去参加。夜雨伞提供予香港机啊，就算落雨，反送中民众29号下晡3点，也是伫中环爱丁堡广场发起香港人抗争的烈甲米集会，表示未停止抗争。You know, just the same 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People are going to find it annoying, but keep fighting. 现场阁有大型的布条，写反送中运动半年来抗争者经过事件，民众嘛伫布条写家己的心声。集会和平理性伫暗时6点半结束。主办单位讲，差不多4000人参加。啊，那香港人抗争已经延伸到明年，缅甸发起明年元旦大游行，昨已经得到警方同意。缅甸的民社和平奖，明年1月7日卡在。新的一年也是坚持五大诉求，一个拢袂当少。啊，那中国冇动作，驻港解放军29号公布陆海空三军在香港联合训练影片，画面中特战部队夜情出动，登上直升机，冒军舰在维多利亚港护军巡逻。此次演练包括紧急出动、联合兵力投送、联合巡逻、军兵种互为条件对抗等6项内容。这次海空联合巡逻进一步优化了联合行动中的组织指挥、作战编组、新通联和综合保障，有效提升了驻军随心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中国公司也特别报道这场演习，并讲到演练照实战要求控制码头，佮特别强调演习前已经通报香港特区政府，伫香港反送中运动佮伫继续敏感时期，解放军一条动作有恐吓意思。记者综合报道。北韩是要求美国伫咧今年底进程要改变对北韩的政策，那无就要送予美国美共外地的圣诞礼物。明仔就是今年上尾工，已经打底啊！金正恩刷落来的行动，国际拢在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7届第5次全员会议が12月28日平壌에서소집됐습니다。
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即摆五中全会主要要讨论有关劳动党甲国家的斗争方向，争取革命新胜利的重要政策。金正恩亲身主持会议，针对党的工作情形，甲国家整体事业发展做出历史性的报告。暗过细节无对外公开。报道指出，五中全会会继续进行，可能举行两天。北韩最近放话要求美国改变态度，取消制裁，搁在年底进程推进核谈判，是一个进展。啊，若无会送出美方无想要爱的亚弹大地，即乎全球搁非常紧张。啊，不过亚弹已经过去，大地也无动静。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意识到北韩可能是想要让西方国家安度亚弹，但加一月七日金正恩生日，或者是二月十六，已经过去领袖金正日诞辰前后，华尔街日报引用韩方前述看法，也认为北韩在二月十六进前按兵不动，确实无达到目的，可能是射关停飞弹或者是潜射飞弹。为了应付上歹状况，太平洋两岸美军战备等级已经恢复到自从2017年时的水准。另外，日本新社关佐渡岛海花一十七发现一只残破的木造船，船内还有七个已经化为白骨的人类遗体。经过船只边的韩国文字和数字，推测船只可能是来自北韩，因为当天吹西北风才飘到佐渡岛。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一份报告，讲男性查甫人结婚的人口有史以来头一摆下降。WHO 认为讲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过去查甫人结婚的人口只有愈来愈低，无愈来愈减。啊，那原因可能甲真侪国家即马拢规定公共场所袂使结婚有关系。美国烟害防治个政治部参议院伫当地十九通过新法案，将联邦合法结婚年会为十八岁提高到21岁。总统川普22日签署这项法案，预计九个月了后正式生效。未来会禁止未婚和还未满21岁青少年，电子婚嘛包括在内。美国进行烟害防治时阵，世界卫生组织 WHO 冇好消息。WHO 十九公布报告，指出男性结婚的人头一摆出现下降的趋势。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e have less men smoking, and this is so important to us because for the last 20 years, it was men smoking more, and we never saw a decline. WHO 指出，过去较女性结婚的人减少，男性拢是增加，今麦出现下降趋势，成为政府积极进行婚害防治。特别是美洲15个国家，过去几年伫公共场所禁止结婚、提高婚税、禁止婚纱广告和结婚的人慢慢啊减少。啊，那减少上班呢是当地中海甲非洲地区的国家。The report finds that a lot of progress is being made in the Americas. This is the region with the most countries likely to achieve the 30% reduction target.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 have many countries who are just beginning to work on tobacco control. And in Africa, it's a mix of countries who have worked on tobacco control for many years and are seeing good results.And countries who are jus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obacco epidemic and risk seeing a rising level of tobacco use if they don't put policies in urgently. WHO 预计到2025年，男性结婚的人会减少600万人，为目前的10亿9300万人降到10亿8700万人。这份报告包括对无碟架所有婚的产品的人的研究，但不包括电子婚。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澳洲，澳洲的火烧山已经烧掉超过500万公顷的地，现在有26万人连续要求取消下年烟火，把这条钱拿来打火，也不过因的政府不同意。吴伟雄爬上昨天车后轮，看到骑车的人的手大吹大吹啉水。澳洲东南部野火侵袭，迄天阿德雷德山区气温达到40度。车友看到这只吴伟雄家己坐伫烧烫烫的点啊架路中间，本来想要送伊到安全的所在，想袂到伊看到人，就紧紧靠过来讨水啉。Has anyone got any more? He's so thirsty.
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因为有的像平常时也是无啉水的，只靠尤加利树叶啊吸收水分。也毋过自从野火炭烧以来，这类画面常出现。生物学家认为，这是一个警讯，显示有的像的生存环境遭到激烈的破坏。今年九月，澳洲破纪录，野火炭烧到即马已经烧害500多万公顷的土地，其中340万公顷灾区位于五位熊主要栖地新南威尔斯省。野生动物受到烧着伤、砸伤，栖地毁害，欠粮食一口。五位熊的动作慢，逃生慢一步。澳洲环境部长连伊表示，新南威尔斯20000多只野生五位熊恐惊有30%将会死亡。这场野火来自三小地区，已经造成9人死亡，就千间厝烧害。听小土团结的澳洲总理莫里森，却无意改善气候政策，也出国欢度亚丹假期，后面也加赶回国，并且道歉。这摆气候比往年动用更加多家己的时间，无想救灾。莫里森29号总算表态，欢喜本季将火山救灾10天以上的气候，达人相关会当领6000澳币的补贴，大约代表12万花。这26万人连续促销雪梨跨年宴会，似乎表示也是将如期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镜头转来咱国内，2020大选第三势力嘛正拼，真侪小党要挑战拿力两大党，争做国会的第三势力。尤其台北市长郭文哲带头的台湾民众党，有划出3党无过半，加上亲民党甲时代力量，部分区的名单嘛有受外界侮辱，敢有法度打破拿力，争做咱台湾的第三势力？做回来看公司记者的分析报道。现有的小党又受限于意识形态，变成了主流政党的侧翼。超越蓝绿，不是要消灭蓝绿。要更去改变政治文化之前，台北市长郭文泰创立台湾民众党，进军2020国会大选。市民党主席宋楚瑜个别选总统，目标就是要立保市民党的政治空间。我很明确的说，我们的名单当中会有郭台铭董事长的影子。亲民党甲民众党不分区名单拢有郭家军，郭台铭甲国民党目标先抢入国会地盘，整合动作未少。郭家松都把合体替郭家军立委候选人李进兴徛台，郭台铭戴相宝也引起话题。支持民众党，加油！不过顶一届国会第三势力上大党时代力量，选前林同组甲洪志雄拢提动，2020政治版图都爱进兵。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我想我们从军整顿队伍，让时代力量、让第三势力有一定的影响力，甚至成为关键性的力量。你欢迎拢总113席，2016年民进党提68席，接着国会上大党，不分区的34席内底，除了拿了29席，亲民党以794000多票得到3席，时代力量以740000多票保2席。这摆民进党来势真强，时代力量一边破800000票，亲民党被保6000倍。是小党在没有总统候选人的情况之下，再加上单一选区的席次明显比政党不分区多这么多的情况之下。所以小党要能够快速的累积席次，可能很困难。一次突破变成这个不分区这一块，他能够拿下20席，这简直天方夜谭。地段一选区，大部分维持传统拿着对决的局面。小党五门相关不分区席次，以进化五七亲民党时代力量甲民众党至少赢破3派的抗战，得到补助款维持政党运作。不过在拿着一边国会过半压力之下，2020对小党来讲也是一场激战。记者综合报道。那郭文哲昨昏是伫高雄走摊，陪台湾民众党的立委候选人扫街。针对总统的辩论会，伊认为甲进前的政见发表会看起来是差不多。啊，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昏伊嘛伫高雄互选，也毋过却拄着有民众甲抢。郭文哲是讲，这是正肃雄的代志，因为咱台湾是民主社会。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柯文哲骑在宣传车，呼选着党内提名的立委候选人。伊规工拢要伫高雄扫街，面对3组总统候选人，下晡要公开辩论。伊认为内容甲进前的政见发表会袂差伤济，关键是伫谁较够人玩。前面3场这样，第4场我看也差不多啊，就是草包菜包之战嘛，后来变韩总机对独搞机嘛，哈，而且嘛，大概最终场的是到底是讨厌民进党还是讨厌国民党，会决定选举的胜负。
伊认为前几届的证件发表会，有人明显咧黑白化考核，有人只是咧开空头的支票，完全无讲出关键是伫咧执行力。欠财公共就发大财嘛，那个大傻逼的欠财爷爷嘛，所以欠财公共，而且欠财爷爷。可是问题是，我很想用那个克林顿那个标题，你知道吗？那笨蛋的关键在执行力啊，对吧？你讲规划不，关键还是在实际的执行的力量嘛。今天拜六礼拜，除了柯文哲伫高雄前鸿海当署长，嘛来替亲民党的立委呼选，才出现有人呛声的状况。柯文哲认为这种状况真常看到，讲家己伫咧扫街时阵，嘛有人伫咧比斗战。但民主社会本来就真侪声音，看较开的就好。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来分林。分林台西鱼港有一间鱼港小店，本地是按算要做游客中心，不过却因为欠钱、欠经费拢无得用。为了配合这间厝活化，和鱼港活化，即马地方物业会运营的时代就志工去摒扫，望讲明日会当恢复光彩。在分林台西鱼港边的这间鱼港小店，看出来装潢甲真用心。严格因为欠经费，已经爬远五档。这个所在的主本是台西华力海化工作协会在经营，目的是要推升台西的观光事业。严格即马厝好好，内底煞无水无电，予渔民感觉真怕酸。就无简单吼，创立一个迄个华力海岸吼，但是咱经营较好的是咱对咱地方吼嘛是加一个迄个咧佚佗的所在啊。资源较无遐尼接受，无遐尼接受以后，变数。甲内底拢有所损害，所以咱就经过遮，咱有咧想讲要安怎阁互这机能较好咧，吼，遮渔民啊出入较方便咧。因为欠经费，即间厝拢无咧用，严格地方个协会有闲个时，嘛是会招志工来摒扫整理，望讲明日会当恢复光彩。当然希望讲吼，海洋个资源愈来愈济，即爱经过来先导，先导个时阵，咱即个迄款活力海岸，咱会用来做即个工课，为环境个教育，要咱啊来疼惜即片海，吼，予海个资源搁较济咧。台西乡是咱台湾上西边的所在，台西港周边的生态真丰富，台西人就是靠这片海在吃穿，有真侪历史跟文化。地方的人士望讲，这个所在会当活化，和以海立国的咱台湾，有所在会当推广永续海洋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伫森林，咱来看本地是住伫咧英国的王小怡，为着爱嫁去森林的同事，啊伊的翁婿规口罩拢是做穑人，伊就甲即一款接触农业的经验，伫咧网络顶头起一个嫁予做穑人的微众团粉丝页，咱做伙来看，即马伊是网络的红人哦，也毋过较特别的是，伊是农业类的网络红人。人讲嫁鸡对鸡背，嫁狗对狗走。本地住在新北市英国的王小怡，为了爱嫁到森林当时，所看到跨邦邦的田，对一个都市上有真大压力。不过决定要甲心爱翁婿做伙拍拼，伊利用网络买众团，甲农业知识一点一滴捡起来。我周边的朋友都是对农业都是没有什么概念跟没有什么经验的人，那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以透过我的生活的方式，然后开一个粉丝团，把我的农村生活在上面做分享，这样，那希望可以透过我的视角，让大家看一下，看到不同的农村生活。无论是土豆修行的情景，或者是龟车甜甜的葱头，王小怡用着无同款的角度，和各张相片的记录，拢亲像伫咧佚佗。用旅游镜头的风格呈现做穑人靠天吃饭乐衷的态度，想不到真受到网友的欢迎，也成做东势地区的网络名人。很多人都在 FB 啊、Line 上面都会，甚至在我们走到街上，人家说：“哎、欸，那个是嫁给农夫的婆婆。”我们也会很有荣誉感。有心拍照照照村，有心开山山生园。看到因为了台湾农业，稳稳啊做，替农业做经济化甲转型。用摄影机记录自己的田园，认真疼惜土地态度，得到满满的收成。网络朋友的赞声和鼓励，就是上好的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即卖囡仔耍佚佗物仔机会，敢若较少；耍手机啊、电动的机会，电脑敢若较侪。台中就有高中举办一场佚佗物仔仪式的活动，老师带学生来修理佚佗物仔，佚佗物仔修理好势，嘛，互遮囡仔感受到爱小宝。
提落来吧，甲派去的轿车跳开。老师带囡仔做佚佗物的医生，替家己的佚佗物看病。囡仔顺利甲派去的车修理好势，让这台轿车起死回生。唔然囡仔真欢喜，带囡仔来参加佚佗物医生活动的妈妈，是替家己的囡仔感觉光荣。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还蛮特别的，从来没有说玩具坏掉了还可以再去修理它。那刚好他本身自己也有兴趣，他就是遥控器他坏掉了，然后后来是因为电线他把它连到电路板，然后后来才修好的。找出线路的问题，囡仔真有成就感。另外一边，这个囡仔兄也介欢喜，因为本地伊这台派去的钢琴，伫咧佚佗物的医生甲倒修理了后，即阵阁会使弹出美妙的琴音。经过专业的玩具人判断之后，他帮我们换了这个开关，那现在他已经可以正常的使用了，那小朋友很开心。第一个当然是希望孩子可以去学到习武，第二个是希望他们从里面去学到科学概念，然后比如说简单的电路，然后螺丝机。简单机械，不管是用已经稀释的塑钢来做佚佗物的手甲脚，或者是重新来接线路，让派去的车有新的生命。囡仔透过实际的练习，将家己心爱的佚佗物救倒转来，也伫咧这个过程，把趣味的科学知识用伫咧生活中。记者综合报道。惠林七栋的幼稚园国小，即几冬拢让学生囡仔家己做物件，才摕去卖来装毕业旅行的经费。今年因是伫学校内底种六神花，才过来做果子酱，放伫咧网络卖，业绩下下叫。惠林七栋乡的幼稚园国小，校园内有一大片开甲真水的六神花，即马拄好是采收期。学生囡仔把花挽落来，按算摕来做六神花果子酱。然后我们最后会加入一些柠檬汁，为什么提味？提味。一挂洗好的六神花，爱把花含籽掰开，刷落来煮好滚。伫果子酱的囡仔嘛爱消毒，才会使保持六神花果子酱的新鲜含芳气。你缺少这个步骤会有什么状况？可能就会发霉，就是没有消毒很完全。所以这次就要。就是再给它消毒得更干净，更彻底一点，更彻底啊！这几年，幼稚园国小一直拢有让学生家己做物件、预备总经费的传统。今年学校结合实农教育，在校内种六神花，让囡仔做六神花果子酱，放伫网络预备，唔但让因学着生活中的学问，阁会当趁毕业旅行的经费。另外，阁会捐出一部分的钱，让幼儿园做公益。要捐给幼儿园，然后另外50% 要拿来当地旅的基金。那从这个栽种，然后小朋友去实际的采收，那清洗、去籽、熬煮，到最后装瓶，这整个过程小朋友做的是蛮开心。切水红公公，接起来酸甜酸甜的六神花果子酱，真侪民众拢真介意，嘛甲学生囡仔交关，让因的业绩是强强滚。对因来讲，嘛是上实际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咱来去白沙动物园。昨昏是动物园内底台湾乌熊乌藤11岁的生日，动物园嘛有替伊做生日，穿真侪好料的。11岁乌熊，即马大概是咱人40岁算中年的。白沙动物园讲，乌熊在咱台湾是保育类的动物，目前全台湾存无600只。乡镇鸡卵糕顶面放着水果、蓝条蜜，顶头也放着一只真细只乌熊。阿舅乌熊乌藤冲出来一直吃。12月30日是乌藤的仔岁生日，马上动物园提早一天为举办庆生会。应该是很喜欢吃，因为我看到他没有，他几乎都没有转那边来，刚才就一直在吃他的东西。看到小觉得怎么样？很棒，喜欢吗？喜欢。现场也传了小卡片，真侪囡仔为乌藤来献上祝福，专心在听乌藤的故事。保育员指出，乌熊是杂食性动物，未经食，最爱食蜜甲青菜。乌藤的体重是154公斤，身高大约190公分。白沙动物园伫乌藤生日这天，特别为乌藤来加菜。它平常会吃的食物之外，有添加仙草冻，对，然后是自然的仙草冻，就是做成像熊的造型。以熊的年纪来说，它算是进入中年，那30几岁就是相当于人的年纪，可能是60、70左右这样子，对，所以他现在应该可能接近40岁左右。
马萨动物园指出，台湾乌熊即阵伫台湾大约只有200到600只，属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无小心去抓到，也无细致解体时，乌熊伫野外生存环境是愈来愈歹。记者综合报道。囡仔爱去动物园嘛，爱看电影。也毋过看电影的时，有人惊囡仔吵，惊囡仔会翻、会吼、会叽叽喳喳讲话。也毋过昨昏是有民间团体包场举办亲子的友善电影院，爸母带囡仔去看电影，会使哪看哪讨论，嘛毋惊去吵着别人。家长带着囡仔来电影院看电影，有的囡仔年岁小，反而会吵着别人。为了要亲子会用伫电影院感受看电影的气氛，同时阁会当透过影片来学习，都有民间团体伫电影院举办亲子友善电影的活动。因为有小孩以后就不太敢去看电影，因为觉得小孩可能会吵，可能会坐不住，可能会因为黑暗而害怕，所以就不太敢带小孩看电影。我们比较希望就是说，在不同的这一些社会的活动之间，让他可以去自由的吸收。真侪家长惊家己个囡仔来电影院看电影会影响到别人，所以拢无愿意带囡仔来这个所在。台湾亲子共学促进会表示，在儿童人权当中，囡仔嘛有参与社会的权利，透过适当的场所甲活动，会用替亲子增加合适的机会。剧情是什么？他不懂，他可以跟爸妈讨论。那讨论啊，讲话这个声音，或者是他们觉得很惊喜，有大叫小声的声音，我们都是允许的。所以他们可以让父母也一起带着他们用交谈对话，或者是问问题回答方式，进入那个黑熊来了的那个纪录片的世界里面。主办单位表示，前两届活动都是棒棒的电影，家长跟囡仔的反应拢袂歹。这届配合生态纪录片的电影院的放送，举办这届活动。也是希望会透过亲子之间的共学，传达正确的生命教育。记者林慧婷加以报道。台语文刊榜要报乡亲知，即马伫咧网络顶头有袂少教台语的网站，拢是乡亲要学台语的家私。那林嘉怡，伊原本是参加教育部台语书店的编写，后来呢，伊家己嘛成立一个会使教你讲台语的爱台语网站，用新科技要学台语代代传。2014年，林嘉怡伫屏东松提案要创立一个爱台语的网站，起初会知影临时政府成为一张批。有一天，我接到一张批，好，有一个人，伊讲伊的名叫做唐凤，唐凤，伊讲伊较早啊伫咧IBM 做工课，吼，伊对阮这个书店的资料库有兴趣。想要知影安怎会当申请到阮这个资料库，因为伊要做一个平台。2013年，伫蒙典华语的部分甲台语的部分是无互相对焦的，啊，毋过教育部有即寡的资料，所以讲我就下批伫教育部，啊，教育部的人员啊就是例子。当初伫教育部编书店的时，林嘉怡发现即马流行的编书、新出现的语书，无法度收伫咧官方的书店。即马予林嘉怡开始思考，应该需要一个会当开放讨论的空间。所以我就初步设计一个系统的改变，设计一个系统的想法了，我就去蒙典松提案。对啊，因为就是有历史在招啊，然后拄好迄时阵小啊有熟识，然后伊招，我就去参加迄聚林边的活动。网站对提案到成立，除了主要的工程师，嘛有真侪人的斗相共，靠着大家热情甲付出，让爱台语这个网站成立，用一个全新的方式，让大家有讨论台语的空间。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来看美国职业篮球 NBA Boston 的塞尔提克队有一个身高226公分、露卡露手的新选手，伊叫做福尔。伊顶礼拜去 Boston 的管弦乐团做指挥，虽然呢指挥起来看起来客气，也毋过嘛是真趣味。波士顿大将管弦乐团演奏的歌是亚丹社歌，指挥人现在一看就知影有够烦。原来伊是美国 NBA 波士顿塞尔提克队新人 Take Four。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n honor to welcome the tallest person to ever conduct the Boston Pops. Number 99, Take Four。
其实这不是波士顿大众管弦乐团第一摆找这样关的人来做指挥。团结球星夏克奥尼尔，在2010年生涯最后一个球季，在波士顿拍球时阵，嘛捌做指挥。迄当时演奏的嘛是这条歌。富在指挥当中，会用肢体动作和现场观众真趣味演出。这个今年球季才加名的蔡佳桦，有226公分，三连名上冠的身材。孙兴来在替塞尔提克出赛三场，啊，不过在波士顿已经真有人气。哇哦！唔，那是新冠球迷嘛，对这个为塞内加而来穆斯林家庭出来参加少年人真有兴趣。46岁时，杀到美国加索家庭，虽然 NBA 选手无调，啊，不过伊在下季联盟有真好个命中率，才叫塞尔提克竞调。I never experienced a winner, so it's probably going to be a shock the first couple of days. 记者综合报道。那明仔就是2019年的上尾工，全世界即马拢准备伫过年要迎接2020。美国甲英国拢伫传啊，做伙来看。Passwords, here they go, here they go, get them on in there. It's all you. 甲家己2019年无爽快回忆全部放入碎纸机内底，该讲再见。美国纽约伫世博空场举行第13届大饼扫列，吸引真侪民众来参加。I am saying good riddance to the purple cast that I had on my foot for a broken ankle that I got while I was on my way to ref a soccer game before I got to the game. We're going to just get rid of this printer because this is something I want to do for a long time. So let's say goodbye to that. 主持人提到钢腿啊，对印表机一直讲，而参加的人是赶紧想要加卡登去，也过真长的密码，以及无必要塑胶本数这各种回忆来讲再见。为了迎接2020年，全球各地拢在准备。对2017年开始，进入4年整修期的英国地票大狂涨，也会在跨年夜来发出声音。这座96公尺高的尖塔，英国用了41英镑，折合台票大约1600万亿。对2017年开始修理，预估2021年完工。英国今年3月也已经移除部分的英格。过去印象中的乌色砧板的指尖，数字拢呈现蓝色的模样，回归1939年进前的设置。而对修理开始，大公钟只有伫重大活动时才发出声音。顶回这个发出声音是在11月11日国殇纪念日，这阵为着跨年，搁再来出现钟声，也予各界是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23度；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外度是15度到22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